大头子，雪糕幸福了没？看不到吧？在那些个呢？哦，幸福了。这天冷蛮热呀，给两个甜的把它炒好了，等下凉进去里去买个。你把它搁在屋里化呢？你喊吧啊！屋里有冰箱呢，你哪不会把它搁在冰箱里啊？哦，死你了咋？好。